主料，鸡一斤半斤，小白菜半斤，辅料，姜、蒜、葱、生抽、生粉、盐、花生油。准备食材，小白菜鸡一斤，葱姜蒜，小白菜清洗干净，热油锅爆香姜蒜，倒入小白菜，锅周边淋半碗水，盖上盖子，把菜直接煮软，小白菜煮软捞起装好，鸡一斤加水煮一下，清理干净，热油锅放姜片，小许盐煎香鸡一斤，加水煮熟煮透鸡一斤，调好生抽生粉，倒入鸡一斤勾芡，铲起鸡一斤铺在小白菜上面，完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